人都渴望有份好工作，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。正所谓人各有命，不过有些人天生拥有非常好的工作运，只要他们稍微努力一些，便成就非凡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生肖加星座的组合天生工作运好。第一名，属虎的射手座。属虎的射手座自我意识很强，不时浮现在脑海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有抗拒别人的心理障碍，经常在别人之上，在生活方面可谓无忧无虑，而且能获得幸福的生活。加上他们天生有高度辨析能力，风度很好，且有高格调的品味和与生俱来的王者之风，使他们在不论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无往不利，也是属于幸福的一群。第二名，属牛的双子座。牛年出生的双子座是一个幸运星座，假如太阳在双子与木星相拱，则喜上加喜。双子座的变化不定，和牛的稳定互相调和后，则会非常乐观和稳重，是当事人在性格性上友善冷静并能言善道，因此人缘非常好。不论在爱情或工作上，属牛的双子座都能无往而不胜，相比其他人他们也幸运多了，不用辛苦便可以得到自己要的东西。第三名，属兔的水瓶座。属兔的水瓶精神抖擞，有很高的智慧和领导能力，他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抵两个人，只要他决定要达到某个目标，没有任何事能阻止其前进，而且最后总会成功。而且他们一生之中在个人事业或工作上容易取得非凡的成就。虽然属兔的水瓶座给别人的印象是冷冷淡淡的，缺少热情，但天生却比别人好运。第四名，属羊的射手座。属羊的射手座天生具有明确的判定力和创造力，精力旺盛，思路清楚，而且进取心非常强，碰到挫折也会勇于面对，而且能马上想出应对的方法，因此在工作上频繁担当领导的地位，也受下属的欢迎。只要他们着手的事情一般都会办好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容易获得成功的一群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